文史蒂夫又回来了，每期不是在逃跑就是在逃跑的路上，区区几个小马桶竟敢如此猖狂，要不是我现在手无寸铁，怎能受得了这般委屈。那你啊，别追了大哥们，前面就是尽头了，你们非要逼我是吧？那我不客气了，我只能开创造了。这可是我的世界，我可是主角，拜拜喽。我也不想作弊的，但是没办法。我的妈，什么鬼呀？哎，你们三个同时登场。哎，是我的四驱赛车。好家伙，三个欺负我一个是吧？那你喂，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能听到我说话呀？快来救救我呀！喂，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能听到我说话呀？快来救救我呀！你，哎呀妈呀！四驱赛车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失控了？啊！完了完了！你。别过来呀！别过来呀！哎，我可给你们三个说啊！哎，你们三个这么大的家伙欺负我一个这么弱小的人，你们有脸面吗？我去，那是什么？方块骑士啊！太酷了！终于又等到你来救我了！快加油，干掉这三个臭臭的马桶！我为你加油，我为你喝彩！虽然我帮不上你什么忙，但是我可以为你加油鼓励呀！干掉他们！Yes， 我们赢喽！关键时刻还得靠 MC 伙伴呢。听我说，谢谢你啊，方块骑士。虽然你不会说话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勇士。啊！又有可恶的马桶出现了！我去！那你？音响泰坦也来了，二V一应该没事吧？刚才我们的方块骑士一V三都获胜了。啊！完了 ，BBQ 了，方块骑士嘎了，我又得绝地逃生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该往哪跑？所以说啊，永远不要想着指望别人，关键时刻还是只能靠自己呀。我的妈呀，我的腿都快吓软了，我往哪跑啊现在？啊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暂时安全了。那是个什么？哇的妈，是个鬼脸马桶。什么？那还有一个。怎么这个不见了？我去，跑那么快吗？喂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怎么又消失了？在哪儿呢？我去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啊！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喜欢看这种系列的，请多多点赞，谢谢喽！点关注不迷路。